信，发给你的我还没回应、yeah、因为相信了几次，看看枕边的手机，不去在意你想的那么容易，告诉自己并不算太喜欢你，可为什么为什么重复编辑短信，告诉自己你没什么了不起，可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只想打给你，距离计算着离小子前面的距离，哦哦，紧张得快要窒息，告诉自己并不算太喜欢你，可为什么为什么重复编辑短信，哦哦，告诉自己你没什么了不起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现在只想打给你？清晰，发给你的我还没回。